采用 Unreal Engine 4所打造的 ARPG Heat 英雄之战，有着优异的画面以及爽快的打击感。玩家可以选择阿米卡、卢卡斯、琪琪和雨果等四名角色，他们各自拥有风格迥异的战斗技能，而每个技能还有多个项目可以强化，让角色的发展更加自由。战斗时除了攻击、防御、闪避或反击之外，特定的技能还能够追加华丽的连续攻击。另外，除了配置技能点数之外，也可以收集强化造型各异的装备，同样能够增强角色的能力哦。